真的，还是你网络不好接。我觉得你因为别条线都还蛮正常。那可能就是你网络烂线。淹水了，淹水了，没了。淹水。你赶快重登！你赶快重登了，你趁现在赶快重登，不然人家……对啊，你有这个状况就赶快重登，不要废话。